呀，进来。你咋样了？我快渴死了，你给我倒点水吧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弄点水去。难受，这病没有不拿人的，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我没那么金贵。你这人从来不知道这个自己，这我知道。不去医院也好，我在城里打工这么多年，就去过一回医院，去一回也就不想再去第二回了。你这疼得要死也没有用，大夫他不疼他就不急，在病跟前亲人永远比大夫急，所以才叫亲人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还是先走吧。